丽人带你尽享天下火锅。本节目由丽人品牌独家冠名播出。不是说今天下雨吗？今天好大晴天，正是去寻找美食的好时候。但你之前来了顺德之后，有这样子过街走巷去找那些很特色的当地小吃没有？没有，你看前面那个小胡同里很小的样子。这边有很多的一些本地的住户住在这里，这是正宗的顺德人。对，所以我们来到这边能找到一些比较正宗的顺德美食。今天也能体验一下顺德人的早晨。顺德，一个全民皆厨的地方，烹饪大师辈出。王府菜在这里被精雕细琢，不断推陈出新，大街小巷风味小吃种类繁多，简朴纯正，随便闯入一家街边小铺，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，这就是顺德美食的自信。这边是哪里啊？这边是这个顺德当地，这个大良当地人住的这些民宅，但在这里才能找到最正宗的双皮奶。就是这边吗？对的，就是这家。你看一下，欢记，好有感觉啊。没错的，哎，刘赛丽侯，欢迎乔阿妈。原来就是那种老店，你看好多其他的这些报纸啊、杂志都会介绍过这一家。一个热的双皮奶，一个冻的。你知道它为什么叫双皮奶吗？因为它有两层皮。你吃过吗？因为它两层皮吗？它是先牛奶先加热，然后它会有一层皮浮在那个奶皮浮在表面，然后再把里面这个皮挑破一点点，然后再把里面的奶先弄出来，然后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双皮的状态。好香哦！对，很香，热的很滑，很香，对，停不下来。你看刚才我们吃这么多小吃啊，我觉得顺德就是能买那很普通的食材，做得很精美，很好吃。然后即使摆盘没有那么好看，然后装修没有那么好看，但是味道很地道，食材的鲜美地道，而且用料十足。今天吃的牛杂呀，然后什么炸牛奶呀，这个双皮奶呀，都是很普通的东西，对，但是却能做得那么好吃。所以顺德人很喜欢有一个概念叫粗菜精做。那我们今天吃的火锅是不是也是那种就是很简单的食材，然后做得很精美的东西？是的。你猜猜是什么样的火锅？我觉得顺德牛奶火锅，有可能什么鱼火锅，哇，这也有可能清汤鱼火锅。我们先等一下，先保持秘密，待会带你去你就知道了。Mini， 我们到了，这就是我们吃火锅的地方。这就是我们吃火锅的地方。对，你看这个雾米粥，对，不是吃火锅吗？这是粥店还是火锅店啊？我们去看一下，来，这个老板，我们的强哥，你好 ，Mini， 对，是火锅店啊。这样吧，我带你去厨房，让我们厨师告诉你。对，这样子揭晓。来，顺德人在状元及第粥的基础上，结合现代人喜欢吃火锅和饭后喝粥的饮食习惯，自创了五米粥。这好像牛奶呀，也好像鱼汤啊。试一下，可以喝吗，师傅？可以。这么大的勺子，我喜欢。这个是好，这霸气。味道，面汤，米汤吗？汤，对，这是米汤。这是米汤啊。用大米加入花生油搅拌，让每一粒米都沾上油脂。经过多个小时的精心熬制，米化为无形，再滤去残存米渣。这个时候，粥水浓稠，色泽柔白，用来做汤底打火锅，可堪极品。那好好喝哦，好香哦，这个米汤。而且这个东西能那个养颜，喝下去对人很好。那锅底你已经尝到了，我这已经喝了五大勺了，啊、等不及了，我们快去拿这个吃火锅吧。这锅底有米却不见米，只取了米的精华，不得不感叹顺德人的巧匠智慧。大火烧滚，等听到咕嘟咕嘟冒泡时，便是下料的好时刻。哎，你好，经理好。好的。这个是有什么讲究的吗？对，这白贝放进去，那个粥底会比较鲜甜。哇，这个要一直不停的搅它，是吧？是啊。对，然后粥会吐出来，然后它这个白贝的鲜味就会融进去这个粥底里面。那
哇，这个泡泡，你可以试一下，然后沾一点点酱油来提鲜。它这个店自己调过的，一般这边顺德的餐厅都是很讲究酱油，都有自己家的秘方。对，好香，很鲜吧？我刚才单独吃了个贝壳，都好鲜，还有点甜味。其实这个米汤啊，它的作用就像我们煮菜最后勾芡的一个作用一样，它能把整个食材包裹着，然后它上下的左右整个温度就很均匀了，它的汁水也能存留在这个肉里面，所以那个鲜味得以保存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贝壳它是没有加什么调料的，没有，贝壳本来就是天然的味精，咸鲜味。对对对，所以一些粤菜师傅啊，他们做高汤的时候一定要放一些贝壳，那样去煮鸡，然后就代替味精的作用，所以是传统的做法。你吃了，比我慢多了，上手吗？给你吃饭有压力。看我这边，我这边吃完了。你是速度好快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下其他的了？让店长给我们吃一些其他的。还是放贝壳类的东西吗？对，先。那这些就都下了吧，我吃得快。鲜味。我之前是吃过类似于这样的海鲜粥的，但是不是边煮边吃，也没有涮东西。就是那种潮汕砂锅粥，但是跟这个还是不一样的，有点不一样。但是这种就是火锅嘛，涮完之后夹出来，然后蘸东西。对，那个还是粥，潮汕的。可以给我多盛一点。对。他天天都能吃到，我是吃不到的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壳里面的粥更多了一些。是的。哇，很鲜哦，你闻一下就知道了。觉得西施舌是脆的，北极贝是 Q 弹的。弹的，对的。总结到位哦，壳都捞出来之后，满满都是肉，肉。哎呀，这个最合适你胃口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说什么呀？你看一下那个虾怎么样？啊、我看中了那个虾，我刚才去看了，问了后厨的大师傅，他说这是那个珠海斗门的这个虾，很新鲜。我觉得就是吃火锅就是得这样，一盘一盘，一大把一大把。对。这边煮虾的方法是要把水往上浇，是吧？以免上面。不熟，来来来，我们一人两只。好嘞，谢谢。好，好香啊，鲜香味。我觉得吃虾啊，虾最好吃的地方就在于吸它的头，里面有膏。对对对对对，对的。所以啊，你看这个虾里面还有充满了那个粥的汁水。非常棒，这是带米香味的虾头。是的，这么好吃。是的，所以呢，顺德人就很能精妙的去运用这各种食材，很简单的食材，对，来变化出各种各样好吃的口味。你看你的吃法就跟我的完全不一样，我已经攒了好多只虾了，我要抱起来一起吃。所以你这个是卤虾卤出了境界了。哎，我这边已经剥好了。哇，你速度真快！你看我还没有吃完，果然是大胃王。这算是吃过的吃法吗？卤虾，这个叫。nom n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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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m。厉害厉害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下其他的东西了？是的，哎，这个是顺德菜里面顺德人最喜欢吃的鱼。我们看到，你看这个鱼片，非常的晶莹剔透。这个是什么鱼吗？是鲮鱼吗？不是鲮鱼，这次是那个幻鱼。幻鱼片。切鱼之前，这个鱼是经过扣养。什么叫扣养呢？就是把这个鱼从鱼塘里面弄回他自己店里面的池塘里面，再去养一段时间，大概有几个星期，去让它瘦身，不吃东西，减肥，才能把它这个原本的那个不好的脂肪去掉，剩下的这个晶莹剔透的这些肌肉存留下来，鲜味也得以保存。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这边的顺德的好换鱼片，直接下吗？有什么手法吗？哎，也没什么手法，但是要注意它的秒数，一旦时间过了，它就会变老，就不会那么好吃了。刚刚是由生转熟那一个瞬间，保持了它的鲜美，然后它的嫩滑，你现在吃到会感受到它很嫩，而且带一点点的 Q 弹，对吧？非常有弹性，你看这个肉。都是在抖的，你看没有？它都不碎，不会碎。哎，你吃到它肉跟鱼皮连接那个部分，哇，特别弹，对，鱼皮很 Q 弹。这边还有一个顺德的生吃鱼片的传统，那这个鱼片呢，是我们古代的时候就有这个生吃淡水鱼的吃法。你看这个孔子说吧，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，脍就指的是这个东西，生鱼片。
然后这边顺德人的吃法呢是怎么吃呢？是用油盐拌一下，然后一起用筷子这样捞起来吃，叫捞起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寓意，叫捞起捞起，捞得风生水起。做生意的人都特别喜欢这个菜。我就喜欢这种带点风俗的东西。嗯，没错。包括像你们延边朝鲜族，这个鲜字怎么来的，也是根据这个鱼片来的。东北以前叫做洛国，这个地方鲜指代的是一种鱼，然后鲜出洛国，这个是说文解字里面所记载的。 哇，这是更有学问的人一起出来，真的是鲜卑，这个鲜字就是从这里演化过来的。哦，所以它不是指鱼加羊放在一起鲜，它是指比羊还鲜的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叫鱼。那另外一个鲜的说法是怎么来呢？中原的厨师跟洛国，这个东北古洛国的人学了这个做生鱼片的切法，像羊一样温顺的去切生鱼片，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叫鲜，是这样形容一个词。对，很复杂这个鲜字，所以来到顺德呢才能吃到这个字本来的意思，就是吃生鱼片，或者吃到这样的一个用粥水来烫这个鱼片。对，你看来到南方之后吃的海鲜啊，我之前是不吃鱼的，就是现在就是这种不带刺的鱼我还是都是能接受的。对对对，它刀法很讲究，就是它不腥，它很鲜，很鲜，而且把骨头也剔了。这骨头是重要的。大俊，我觉得你行，吃了那么多小吃，还可以啊，一起去一块。我还是能做准大胃王的，只能说准。我看我现在，海鲜类的东西基本上涮的差不多了，是不是可以涮肉了？哎，稍安勿躁，等一等，我们先把粥试一下。现在可以喝了。对。来，我给你盛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来，这可是那个刚才鱼加那些贝壳和虾熬成的这个海鲜粥，这是鲜甜的海鲜粥。哎，谢谢迷你，来试一下试一下，闻一下。这锅粥啊，已经跟一开始完全不一样了，它已经有点上色了，变了点颜色，对，没错没错。而且我觉得粥上面飘着那一层，不是沫，米水的质感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怎么样，这个粥入口的整个层次比刚才第一碗来的要。好鲜，很鲜，对吧？很鲜，这是第一碗，只是米香味儿，然后稍微带那么一点点鲜甜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甜味了，海鲜的那个味道，鲜咸味儿，鲜咸味，对。所以粤菜里面有一个讲究，就叫做有味使之出，无味使之入。那这个有味道的这些海鲜的鲜味就融入到咱们这个汤粥里面，刚才没有味道的这个粥水呢，就吸收了这个海鲜的鲜味，就两者之间互相平衡。我觉得这种米汤啊，应该品。就是喝进去是一份，再品，就是再品一下，但是就是感觉在吃一口贝壳，没错没错。这个好喝的粥差不多了，真是太香了，没错，我都没有用勺端着碗喝，直接我在那喝。我们现在可以煮肉了吗？我们下一下这个牛展肉。这是牛哪里的肉啊，店长？这是牛腿的肉。为什么叫牛展啊？粤语里面说这个鸡肉叫手刮起斩，勺刮黑筋，那这个斩就是指明了它是一个带跟腱肌肉这么一个块状的肌肉。对啊，这个汤真的是越来越粘稠了。没错啊，好漂亮啊，晶莹剔透的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南方这种东西真的好养生，就是又能吃到肉，又能吃到火锅的口感。对，然后还不会上火。 对，然后吃这个米汤还会就是更进去。所以这边是很讲究药食同源嘛，这个粥底是能补气，然后滋阴养生养颜的。牛肉不是那种，对吧？不是那种嫩，还带着点筋。我这个恰到了火候。我这个牛肉吃到了一点甜味儿，甜甜的，没错。谢谢你带领我。哎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结束了？还没有。我看这还有一大锅粥呢。你看粥还煮着呢，精华都留在粥里面。那这个粥该怎么吃？哎，有请我们经理帮我们放一点调料。稻米清香作为基底，鲩鱼、海鲜、贝类依次登场，牛肉等肉类不断提鲜，一道广东菜心中和掉肉类的腥腻，油条丰富了口感层次，最后一碗粥
达到高潮。所以你会感受到它的层次是层层递进，从一开始的清粥锅底，然后到海鲜锅底，然后慢慢递进到放了牛肉放了猪肉之后更加符合的味道就出现了，越来越香越来越香。没错。但今天咋不吃了？差不多了，我多吃点。这个我吃不下，这个粥还可以。好，喝粥喝开心了。对的，老规矩。对，没错，盖章差点忘了。顺德站还得由你来盖，你应该是在这个本上盖两次章的人了。这笔对吧？这个方。好，一二三。OK。好，谢谢大家。盖上了啊！谢谢。我们要看一下吗？顺德站打卡成功。对了，阿琴，我在顺德的时候吃了一道美食叫炸鲜奶，但是回家之后我真的是怎么研究都研究不出来，所以来求教你，你知道怎么做吗？炸鲜奶很容易做的，那你教我吧。好，我真的好想吃。好，你接下来用这个空气炸锅来做炸鲜奶。好，之前这个鲜奶块我已经做好了，然后我们先把它蘸上淀粉。这个鲜奶块是怎么做的呀？就是用牛奶加淀粉去煮成牛奶糊，然后冰起来就好了。裹淀粉，裹蛋液，跟之前我炸的不一样，我连这个块都做不成。我在家研究了好多丽人空气炸锅，我觉得不用预热算是很省时间的了。对，不用预热，没有油，讨厌有很重的油烟味，油烟味飞得到处都是。这可视窗口真的太喜欢了，好厉害哦。有时候担心自己会做失败的时候，就想看一看。可以盯着看它到底是怎么炸成的，我其实一直很好奇。是的。好了是吗？哇，有香味，有香味。阿琴你好棒哦。鱼做好了，我们开吃吧。一起吃吧。好。其实顺德人早餐呢，一个红米酒，一个玉冰烧，然后配上一个猪杂粥，这是最配的了。晚上呢，他吃个粥，炒个粉，然后点一些小吃，这是简单的生活，健康的开始。昨天吃了猪肚鸡，然后还有那个迷信那个叫啥？甜品，迷信甜品。还有细妹的牛杂。细妹牛杂，还有。晚上还有什么？平量蒸的那个粥，平量蒸那个是拿牛肉，里面上面一个生鸡蛋，然后涮着吃，最后也是喝粥。我感觉两三天都吃不过来。好，在这儿最少得一个星期才能吃过来。好。